Hello， 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娱乐关注组，今日我小花同埋 Christy 系继续喺度同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啦。嗯，系咁咧，我咧其实有时都会望下啲留言啊嗰啲咁样嘅嘢。我见到有一个咧话，喂、小花唔好走，唔好奇怪，唔知点解嗰个人会留呢句，唔好走。我哋呢个节目系咩三集啫？我哋天大地大，冇得走得去边噶啦！我哋呢啲都系咪先？我哋走唔甩噶啦，即系有咩事就一定系揾我哋噶啦。有咩事揾鳄鱼，跟住就会揾我哋噶啦。咁上一节咧就主要啦，就可以话哇 ，sorry， 我呢个咧突然间好残眼，个太阳射住我，不过唔紧要，我哋可以继续嘅。咁就讲咗啲，继续讲下啲歌手嗰啲嘢，我哋直接落我哋去图一啦。我记得咧喺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一啲关于 TVB 嘅一啲艺人嘅嘢啦。咁啊，有人亦都有留言，就系话喂，唔好我话呢啲恩星都攞嚟讲，喂，唔好讲咁多 TVB 啦。咁虽然唔系话唔讲 TVB 就冇其他嘢讲，咁亦都唔系要扮好公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知我咩料啦，知我咩料啦。咁有个知字咯，我觉得，嗱，因为你有个知字，你就可以去同其他嘅嘢去比较啦。嗱，例如呢一个新闻咁样啦，咁啊呢个就唔系可以话一个 TVB 嘅新闻啦，但系假然即系 TVB 嘅人嚟噶嘛，系咪仲系咧？定系其实本身好似我唔知喎，呢个就其实我冇乜留意啊呢个。严格嚟讲咧，我估佢哋呢啲应该系自由身嘅，即系可能已经服务咗喺 TVB 好多年啦，咁所以就可能 keep 住有啲乜嘢都会翻去做咁咯，我估就应该系。又唔同，可能做咗好耐嗰啲金草，之前又话唔知咩褪咗几多 show 啊，得几千蚊嗰啲，咁佢哋本身有钱啊嘛。假然即系唔使受。嘉燕啫，嘉燕妈妈，佢啲仔女都揾到噶，系咁原来咧，其实我睇翻呢个，我先知道咧，嘉燕姐一路都有一个少女组合 Honey Bees 嘅呢餐嘢嘅，佢系搞咗一个去 train 一啲年轻歌手艺人嘅嘢，你有冇听过？其实完全冇听过。系啊，咁仲要其中原来里面有啲人咧系曾经有做星三嘅第四位啦 ，Cloud 啦，咁啊仲有星梦，大家都有听过钟由美呢个名啦，都系曾经系阿薛家燕嗰边啲人嚟嘅。嗯，咁亦都有啊，今年做星四，阿板布佩沙同埋呢个咩何津唔知乜鬼嘢，嗰个好深啊，佢个词。系啦，咁啊，即系造星四嘅人都系有喺佢度出嚟。咁翻翻嚟咧，其实我自己喺度谂咧，哇！我哋嗰阵时喺度喺度话个九号啊，点解话个九号系因为九啊嘛？九嗰个号码系啊，咁啊同九有关啦。咁其实有好多咧都原来系涉足过可能TVB 嘅人嘅嘢噶。咁你点睇咧？其实呢件事？其實咧，即係我先唔論你問造星咧，其實我有去略略睇過嘅。咁啊，因為其實都要即係我哋做娛樂關注做啦，留意下啦，乜嘢都要留意下啦，係咪先？咁但係講真，嘉燕姐咧，我就知佢一直都有栽培啲好細嘅小朋友嘅，就係呢個咯，應該係。佢嗰陣時嗰啲細到咧，係嗰個叫類似。上兒童節目噶，系啦，系啊，上兒童節目噶，我記得。媽媽合唱團咁上下，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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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啦，咁嗰陣時係唱嗰啲歌噶嘛，啲小朋友教跳十字步噶嘛，係咪先？咁佢將佢最嗰個成名作十字步傳授俾佢哋噶嘛，咁所以你話對於佢有即係叫做少女組合啦，哇，真係完全唔知道。但係佢依家又話要用心栽培緊一對叫 Super Boy 喎。是啊，他就不是说挑战 Mira 那么即串，因为嘉燕妈妈都懂得说话的。即其实都有记者会问他，喂原来有两个造星四的都是你之前的学生啦、啊、你的人来的波，那你有没有看啊？那嘉燕姐那他就我不知道跟个大台是不是关，他又没有说有看他们演出。是那只是说他们可能都各有千秋啊，哪个很劲啊嘛，另外一个又跳舞劲的又靓女的嘛，会得闲上网看他们表现这样啦。那我估就应该不可以直接讲自己有看咯。那都是的。好像我们之前上一集讲啊盖世宝的风嘴令那些是那些不是看得的。但我觉得嘉燕妈妈应该不会咬他嘛。都可能是一个俾面咯，即系话晒做咗咁多年，我俾面你啦，咁样样嗰啲咯。
系啦，咁啊，呢一个究竟佢培唔培养到个男团叫做挑战 Mira 就唔知，咁咪望下咯。咁我觉得系咁样嘅件事，我拉翻系戴翻一个中立人士嘅头盔先。佢如果真系揾到一对男嘅出嚟而成功到嘅，大家系多咗嘢睇嘅，喺娱乐层面，即系我哋成日都系咁讲噶嘛。系，但系家姨妈妈记得小心啊，唔好即系唔好系八岁九岁嗰啲啊，好危险啊！出道一日就灭团噶啦，大佬。系，一体化啊嘛，你知啲。嗱，我哋去埋六号图啊，咁咧。这个就是农夫啦，大家都知道思君而家是 J2 台，是揸住个大旗咁样噶啦，已经系。咁佢咧系呢对组合啦，咁阿陆永就又拍剧啦，做男主角啦。虽然唔系话好收得啦，嗰套嘢咁样，即系好似大家都有条路咁。佢哋系有宣布过下年出翻新歌嘅，咁但系咧 fans 啊呢个。感叹引旧歌歌词回应啦，就系、是、大家睇图呢度啦。几时先发现自己开始成熟？就系、是、你发现接受到老细嘅凌辱，系啦。咁但系咧，你问我就，我又唔会话佢哋咩对唔对得住啊，记唔记得自己嗰啲歌词啊？点解当其时要咁唱作啊？不过条路咧就，我觉得有啲相反咯。你点睇？都是那句咯，条路自己揀，扑街唔好喊咯。咁又唔会扑街嘅，咁本身佢两个就又未去到好嗱，即系除咗撇除咗佢 TVB 嘅人嘅身份啦，佢哋好似都冇特别好扑街咁样，好似某啲人做过一啲嘢咁样，我印象中系嘅。冇嘅，佢哋係冇叫做好直接咁出個聲咯，即係好多 artist 都冇嘅。但係我希望咧，佢呢首歌唔好好似鄭中基咁樣樣，俾人要被迫改歌詞咯。係啊，嗱，鄭中基嗰、那個而家如果 Christy 提開咧，就可以講下啦。呢、這個睇先啊，嗱，嗰件事係點啊？你講下俾大家聽。咁我話説咧，即係我都有 keep 住收睇呢個鄭中基嘅機動電視台啦。咁係係係。咁跟住咧，話説佢就去有一個 YouTube 片咧，就係講二十號圖。之前拍過好多 MV 啦，咁啊攞翻出嚟睇啦。即係究竟喂？我有啲匪夷所思嘅 MV 都唔明點解自己會做咗啲咁嘅動作啦。咁佢抄翻出嚟睇，咁話説佢就講起《無賴》呢首歌啊。咁就佢話佢就嬲咗 TVB 同埋嬲嚟嬲咗佢自己嬲埋佢自己公司，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當年啊，佢呢首歌咧就係、是、我間中飲醉酒很喜歡自由啊，定常犯錯咩會戒煙，曾話過要戒煙。曾話過要戒煙就講了就算咁樣呢首歌，佢就係話咧呢句歌詞啊，即係好有問題啊！就係、是、TVB 咧就同佢講就話，不如你錄過改過句歌詞。不要呢句歌词，就录过第二句歌词，然后先上我哋嗰啲可能咩劲歌金曲嗰啲 friend 啦，嗰啲节目啦。好似系直头个 MV 都系因为咁系改咗添啊！系啦系啦，咁跟住就要改曾话过要储钱，曾话过要储钱，但讲了就算系啦，系啊，系咁样噶嘛。但系佢系解答咗我同网民一样嘅疑难啊，因为以前去唱歌系唱错歌词噶。我记得在卡拉 OK 度，我有奇怪，喂，明明是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一边我储钱，系咩？但我冇听过储钱呢个，好似有，我好肯定，因为就算去吧度唱咧，系都有唔同，我觉得好奇怪，究竟咩事呢？是我个记忆有问题定点咧？所以就有啲网民就系话，哇！原来件事佢讲翻出嚟，先至知道系原来有两个 version 系啦。咁但系咁啊，郑中基当然就系闹啊，即系话嗰阵时嬲咗啊咁。咁有网民咧就又唔可以话佢企咗喺 TVB 嗰边嘅。咁佢系话有个网民讲嗰样嘢，我都觉得几公道嘅，就系嗰阵时咧电视出咧，你有啲咩烟啊酒啊嗰啲咧，其实都唔俾你喺个好 public 嘅大氣電波度出嘅，咁我唔會否定嗰樣嘢喎，咁又似喎，因為以前嗰啲咩酒啊嗰啲廣告咧，其實都少咗啦，你諗下藍妹加士伯嗰啲咩 Angel Ring 嗰啲咁嘅嘢，其實而家都好似係好少，都唔係啊，依家都
多过以前啊，叫做可能品牌多咗啦吓，品牌多咗。咁以前我最记得就系呢、這个诶阿沙怡嘅广告嘛，呢个系最记得噶啦。咁但系佢就话佢重提就拒绝咗上呢个无线唱歌嘅原因。咁但系有好多人都又讲啦，话因为咁你又做美女厨房诶，都系 TVB 噶嘛，咁样样。咁可能佢个意思就系佢拒绝咗上音乐节目咯。咩拒绝咗上劲歌咁样？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啦。153之前又说什么、即是他揸了期之后啦就解决了一些唱片公司的问题。问题。那些人又可以派回去啊诸如此类的嘛。但是呢个劲歌金曲我之前都有提过啦、又不知道怎么 cut 啊啲时段又摆去啊最后变回得15分钟啊那些。那亦都有个解释的那段时候我记得说一个是劲歌金榜一个是劲歌金曲。哦是。那其实是不是没有劲歌金曲那只得回劲歌金榜呢我又不知道，咁總之呢樣嘢其實就有啲唔同咯，同佢本身講嘅。咁、另外大家都知啦 ，TVB 又搞緊係咁狂推星夢啊嗰啲咁樣噶嘛。喂，咁但係，我都唔知啊，我都真係唔知啊。即係喺個樂壇嗰度，其實好似社會事件又好啦，舞費又好啦，沉寂咗一個唔短嘅時間啦。係。有翻啲眉目嘅時候咧，哇！你又聽到呢啲好似唔想點啊咁樣，啲簡簡單單。其實我覺得即係個局煲，即係香港呢個局煲就係得咁大個咁樣。但我反而未去到以前可以好 international 咁，但係其實大家傾掂佢啦，不如係同埋有好多以前咧，即係。他們、叫做很僵局的時候有很多、某些 artist 是不會上、TVB 唱歌的總之你不會見到他的啦一定所以就說到經常有什麼豬肉獎那些咯是我覺得鄭中基這件事真的挺直接的即我也挺欣賞他那麼直接的 他直情是我因為我有看過、那段片他直情是說、他很生氣這件事有當時就不妥 TVB 了他就直接這樣說的這句說話是咁除咗郑中基之外咧，我哋去12号土啊。咁仲有一个都应该系捞 TVB。哇，志云大师啊！系啊，咁离开咗 TVB 之后咧，其实佢自己都有啲YouTube channel 佢有做啦。最近有一条，我相信好多人都有睇过噶啦，就系、是、TVB 又输咗俾 Viu TV 咁样。咁咧，佢喺中间就提到咧，即系旅发嗰、那个头先有提过跨年啊，打针打针演唱会啊吓。我咁样会唔会俾人闹啊？唔会。咁佢真系要打得针先睇得嘛？唔系，阿先可以抽奖。系啦，因为个问题系佢哋搞呢一个演唱会系因为佢哋话要抽奖啦，唔系因为 Miwa 开演唱会，所以 Miwa 要你哋打针啊嘛。系啦，咁咧其实原来咧我都唔知道，唔系佢讲咧，即系我唔即系贫穷限制咗我想象啊嘛。咁呢啲咁嘅垂直跨年咧系由啲电视台去争噶。最近嗰個就係俾 Viu TV 爭贏咗 TVB 啦，係，好似本身咧都係唔知係咪壟斷咧 TVB 一路咁多年以嚟都，其實 TVB 咁多年都壟斷咗好多嘢嘅，係，佢連新聞自由都壟斷埋咯，係，哎呀，我唔應該講呢啲嘢啊，娛樂關注咗，係啊，娛樂關注咗，諗下佢啊，我又唔覺得佢好憎 TVB， 佢其實講翻個事實啫，喂 ，Viu TV 而家真係贏你 TVB， 係，即係當其時仲話有咩唔當係對手啊，成啊嗰啲咁嘅嘢噶嘛，根本就爭唔到啊！依家個問題係輸，淨係 Miwa 輸咗啦，因為人哋要 Miwa 嘛，好簡單嘅啫件事，都直認。如果你係嗰個主辦單位，喂，可能又諗住唔知道有冇機會咩打針嗰啲啊，有方法谷針咁樣，喂，我唔通。我找你星夢咧，喂嗱，你唔准 bully 人哋啊？唔係，我覺得冇錯嗱，因為星夢啲人普遍太細個啫。OK， 佢哋就算要打針都係褪到好厚好厚，唔知幾多歲先打得嗰啲啊。Okay. 即係至少 VTV 嗰邊啲人成熟啲，咁佢哋講起上嚟有說服力啲。OK， 啊，係咪啊？兜到啊！咁啊啊！條片上咗之後咧，有網民就話咧話：哇！今次啊，總經理啊 Eric 曾啊，同首席創意總監輸到冇曬面啦、啊。跟住咧，有人就話 TVB 輸俾 Viu TV， 志雲開心到飛起。咁我覺得就唔單止志雲開心嘅，大家都好開心嘅。有人撲街最開心，係啊，冇錯。尤其是一個撲街再撲街咧，係唔同啲嘅。
我覺得件事是被人咬是有原因的。哇，咁都入到被人咬真的有原因的，你明唔明啊？係啊，被人咬就有原因咧。我哋講完 TVB 啦，我哋去最近都仲有啲嘅其他娛樂新聞啦。我哋去13號圖啊。咁呢套電影啊，梅艷芳咧，如果大家有睇鱷魚啲 live 啊，或者可能有聽佢節目嘅聽眾啦、啊，或者觀眾啦、啊，呢套鱷魚。我要屌嘅呢套戏系嗱，咁但系好睇唔好睇咧，同埋点解屌咧？呢个大家自己去判断啦。咁我哋翻嚟单新闻咧，就系、是、因为咧梅艳芳就上映啦，咁内地同埋台湾都同步上映嘅。咁近日咧，女主角阿王丹妮咧，同埋杨千嬅仲有监制江志强咧，就去到国内啊，各大城市可能就做一啲嗰啲咩发布宣传咁样啦。系。其中大家又看到了这个什么五阿月是吧那个月姐是吧、五阿月珍藏梅姐的 CD 被指盗版。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说话的时候他们是送一只很久珍藏的碟好像送给杨千嬅这样。杨千嬅一打开的时候那个样子立刻怪怪的哇这只流的好像我不知道啊好像啊。那这套东西其实你会不会看啊 Christy?其实我就未必啦，讲真的，冇时间系嘛，因为你要睇《永恒族》系嘛，《永恒族》都俾人屌，我《永恒族》都未睇，系咪？我睇咗，我睇咗戏啦。咁讲真的就可能都未必会睇呢套戏，反而咁呢一个就系我见到，其实就算系翻版，佢好正常啫。你喺内地。嗱，你讲噶，我话内地，唔系我讲噶啦。我净系讲两个字内地咋，我冇讲其他嘢啊。好啊，咁我哋去五号图啊。另外有啲系都系啲歌手嘅新闻啦。系黄明志。吓嗱，黄明志之前有只玻璃心啦，咁啊俾人压晒嚟啦，连 move 都我用开 move 嘅都冇咗，我知道。咁佢最近咧系有一只新歌叫做 Go NFT， 咁就冇得喺上网听嘅。你佢直头将佢用一个 NFT 嘅形式去散咗出去咁样啦。咁如果大家有听开我哋本台嘅另外一个节目啦，哼哼有声咧，其实亨利本身佢都有买到黄明志嘅 NFT 添噶。咁啊，買幾多啊？成啊，佢嘅評論點，大家就睇翻佢嗰個節目啦。係。咁呢一個咧，主要想講咧，黃明志其實佢做呢個 NFT 係嗰個玻璃心，我覺得幫咗佢嘅。即係你啲人係咁踩佢台啊，好多平台落咗，係令到佢更加再彈咗上去咯。嗱，咁我覺得本身隻歌你唔好計個內容先，個內容好直接噶啦。但其实唱出嚟啊等等，我觉得是不错的真的系，同埋我觉得即系和音啊 ，MV 都是拍得好的同埋佢每一个 MV 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开黄明志的 MV 咧，佢每个 MV 佢都做得很仔细，同埋系好符合那首歌的嘢嘅，即系每一样都好，即好似玻璃心咁，全部都粉红色。佢揾只熊猫去敲个玻璃杯，系咪七号图？咁跟住又即系喺嗰个啱嗰度就落有个蝙蝠汤咁嘅，又有呢个韭菜，又有好多好细致嘅嘢。其实我又觉得作为一个 MV 嘅质素嚟讲系非常高嘅。佢都因为咁样系卖咗，即系都赚咗一嚿钱啦。佢话一瞓醒翻，哇！突然间变咗大富翁，我啲不知所措。但系佢讲到明噶啦，佢唔会将佢嘅嗰个加密货币咧转翻做 cash 嘅，因为佢系个意思好直接噶啦，我赚咗几多，我系想佢喺一个虚拟世界里边流通咁样啦。咁系其实亨利都可以提少少，亨利都讲过，其实佢买咗即系嗰个 NFT 本身嗰个价系，因为炒唔起啊，所以跌。我唔知佢炒唔起嘅原因系咪就系因为佢讲咗呢个，佢唔会将佢变翻做 cash， 咁佢就唔会卖，咁 keep 住可能。我咁係類似嗰啲咁上，好似股票嗰啲咁上下。咁另外黃明志都出咗個 post 啦，咁係講話咩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零高歸零高，係啦。咁藝人唔去干預政治，但係其實佢講嘅嘢好啱喎。而家係你政治去干預一個創作、娛樂同藝術，呢個係事實嚟。即係我哋雖然好似好輕鬆去，我哋係啲 casual talk 咁樣咯，同阿 Christy。但其實我哋都要去諗下，我哋自己講嘅會唔會真係踩到嗰條線咧？即係我哋呢啲咁 casual talk 啊，都驚踩到啊！你唔好話一個即係好似譬如黃明志，佢唔係驚添，佢係好直接，我咪出咗咯。但係而家我就係話俾你聽，你呢樣嘢就係干涉到喺娛樂同埋藝術嗰樣嘢嗰度嘛。
即系冇咗呢个创作自由咯，只可以咁讲。系咯，咁呢个咪就系嗰个影响咯。咁啊，如果大家有睇啊，可以翻翻嚟先。鳄鱼嗰个Morning Glory， 咁佢可能都有提到可能 Empath 啊一啲艺术方面嘅嘢，其实都系同一。同一個系列的東西，我覺得這些東西，就好像我們剛才都討論了一會兒關於藝術作品 的範疇的東西。是的，沒錯啦。那我們也講了一些娛樂心，其實都還有不少的，不過呢我們在雖然未到尾段，我們開始進去一些我覺得挺有趣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們去21號圖，這個好笑啊，如果大家有看詹瑞文，我們玩測人情，哇，這個芬蘭啊，以開放僱員的查詢同事薪酬，你怎麼看這件事呢？都沒有什麼特別，很奇怪咯，但不知為什麼，其實呢本身我有看過內文，就是說因為想那個消除性別那個薪酬差異，所以就公開等公平公正透明咁樣，但我覺得呢件事都係唔係咁好嘅。人性方面真係冇同差人情係有咩分別咧？即係邊個入報紙？銀包啊！哇，收咗工啊！阿媽咁多蘋果日報。系啊，嗱呢啲，跟住呢個就唔知啦。我覺得呢啲就唔會喺亞洲的地方出現的，我覺得這件事就不會的。但是呢有一件事呢在亞洲地方就會出現，我們去22。 YouTube 宣布將不再顯示 dislike 的這個事情。其實這件事我又覺得其實影響 都大的，因為呢咁耐以嚟啦，佢有咗即系咩赞好啊、dislike 咁样。以前最早期嘅 Facebook 好似都冇嬲嬲啊、冇成嗰啲啊嘛，得 like 嘅啫嘛。系。咁点解开始有 dislike 咧？就系、是、我记得系又系啲人嘈，喂，点解净系可以 like 嘅咧？系咪全部都可以 like？ 跟住后期先至有嗰样嘢，我有冇记错？我應該冇記錯，我記得最早期冇噶，即係等同於 Facebook 咁啫嘛。Facebook 一直都係得個 like， 跟住又延伸到又心心啊，又哈哈，又成啫嘛。係啊，咁啊呢一個咁嘅倒贊潮嘅呢個 post 一出咗咧，佢就即刻有57,000個嘅 dislike 咁樣啦。咁因為其實咧，佢原意就係咩減少創作者嘅壓力同尷尬咯。喂，咁人哋都有可以發表，我唔中意，覺得你做得唔好啊。當然都有一樣嘢，就好似阿 Chris 咧，有提開嘅，為鬧而鬧好多人。嗯，咁都係一個宣泄嚟嘅。即係我頭先都講到譬如星夢啲人，佢唱歌唔係差嘅。但是因为在那间公司那出来，我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不是说他唱歌差，我不会说因为他在那间公司出来他唱歌屎啦，这样都出到来，没有讲过这些的嘛，是说我真的不喜欢完了。即是你现在连这个给我发泄一下，即是人家不喜欢我们就 dislike 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好，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有选择嘛，有选择，还有不是亂咁去俾自己一個齋宣泄嘅選擇，咁我覺得呢個就睇下到時點啦。如果佢到時股價跌，佢知咩事嘅？係啊，呢啲好市場係反映到個真相噶嘛。係冇錯。係啊，跟住咧，其實咧，我本身第二節咧用咗張圖可以引人入嚟，我到去到差唔多尾段先講啦，就係23號圖呢一張啦。就是话说啦，奥地利出奇招谷针喎，咁咧喺呢个奥地利嘅维也纳咧，其中一间妓院啊，叫做唔知咩咩 Funpolis 啊 ，Funpolis 啊，咁上下唔识读佢嗰啲字啊。咁如果顾客咧，嗱呢个有传我都唔知啊，我睇翻翻嚟。如果顾客喺现场设立嘅呢个诊所接种疫苗，咁个诊所个护士系点咧？就系咁咯。咁啊，享有一个自由指明30分钟嘅免费性爱桑拿。哦，哇，有一 part 喎。啱啱开始嘅啫，呢个活动系11月1日开始嘅。系啦，志在系想去刺激呢个因为疫苗接种率低啦。咁呢样嘢咧，大家唔使谂噶啦，香港就肯定唔会有噶啦。咁我想讲应该咁讲，我想同 Chris 其实轻轻都讲下，我觉得呢个几好笑，因为其实你点睇咧？呢件事有冇帮助咧？真系
純粹如果真係嗱，你話有冇？我哋從醫學角度係嘛？我哋冇醫學知識，但係從醫學角度係咪？其實係冇幫助嘅，我又覺得，即係你打針就打針，即係性愛佢都係打針啊。即系你唔可以将性爱同即系人哋，即系咁讲咯。你可以叫做点讲咧？因为你打针系同性爱系两回事嚟噶嘛。你佢帮你护士吉完你，佢又吉个护士，你又吉翻佢。呢件事系公平、公正同埋公开噶嘛？咁其实你个接种率低系因为啲人唔想打嘛，咁而唔系你搞咗，你搞咗呢、這个。可能人哋就会吸引到人哋，人哋唔想打就唔想打。如果我净系想性爱，我唔想打咧。嗰阵时咧，我记得喺武肺早期喺法国嗰度咧，又系有间唔知系咪妓院定系好似啲钟仔嗰啲咁，我唔记得咗。就有人喺里边感染到之后咧，系要留喺嗰个酒店14日噶。嗯，好笑。跟住我嗰阵时候，哇！喺你留喺里边，早死你啦，系嘛？咁我而家我又觉得佢呢个系方法之一咯。我唔会用好去形容啊，方法之一。即系叫做俾啲好怕打针嘅人分散下注意力咯。系啲僆仔咧，如果啲医生都系咁样噶嘛，咩俾啲卡通片啊，成嗰啲咁样睇噶嘛。好啦，跟住咧，我哋讲另一单我觉得好得意嘅嘢，24号图啊，呢个可能会关 Christie 事啲啊。咁咧。在这个痴奸企划就出了一个就说这个调换了妻子的爱猫6年就觉得内疚。件事是怎样呢？就有个外国的男仔啦，在讨论区出了一篇文，就说自己6年前呢，因为觉得那时他女朋友那只猫太曳了，你知道猫有些是成日咬的啦，你更加知道啦。咁佢其中有一次呢，就老婆唔知离开了几日咁样嘅时候呢，他就帮手照顾只猫，他就发现到收容所啊，动物收容所有一只跟他本身那只猫好似的猫，但又很顺，还经过训练，他就自己换了只猫。但是他老婆是不知道的，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呢刻都仲未知道，但他又出篇文就话自己内疚。如果发生在你度，你点睇？我会杀了我男朋友。会杀咗佢，当知道嘅。但系只猫都跟咗好多年噶咯，咁。但系其实我想讲，如果调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叫做养开佢嘅猫，即系你养开佢嘅主人啦，即系我系唔会唔知嘅，唔会唔知咯。因为我觉得喺啲纹路上边咧有分别，你一定系睇到，好似你指毛。当然啦，我哋唔会分一个孖生兄弟嘅指毛咁样噶嘛。但系纹系比较。好直观，你睇到有唔同噶嘛？即系我只可以咁讲啦，即系有少少题外话啦。因为指纹就睇唔到嘅，因为猫咧个指纹就喺个鼻度嘅，即系人系喺手掌啦、手指啦，但系猫咧就喺个鼻度嘅。咁即系佢个鼻嗰啲纹咧就系佢嘅指纹啦。咁但系个问题系你每只猫咧嗰啲花嗰啲毛都唔同噶嘛，同埋你会你养咗咁耐，你总知道佢有啲咩特征噶嘛？即系例如我即系我屋企有好多有几只。你老公其实换晒啲猫点睇？我会杀咗佢咯。剪咗佢。即系我屋企系有四只猫啦，咁四只猫都系执翻嚟嘅，咁佢哋总会有唔同，即系可能我有一只咧个只耳仔系会崩咗嘅。咁可能佢换咗我会留意，一定会知咯，系咯，留意到咯。咁所以咧，如果呢件事我就会再睇翻，即系嗰个人虽然。都出咗 post 啊！根據埋 Chris 咁講咧，我覺得本身嗰個女主人咧，其實可能都係成日掉咗只貓俾個男人養比較多，或者係其實佢根本上佢都唔係好照顧只貓咯。係啦，咁啊，咁啊，雙向啦，都係嗰樣嘢啦。你買寵物嘅時候咧，翻翻去一啲正經啲嘅 topic 就係、就選擇咗領養先咯。其实都是的，即是我自己就有两只领养啦，有两只都是执啦，叫做咁。但其实他们都很可爱的，讲真的。即是我只不过是为什么会曳或者为什么会成，一来即可能真的是天生的，或者是你领养回，即其实少少题外话啦，叫做有很多人呢领养了回去家就会觉得哇，这猫又不理我啊，又很曳啊，很正常的，又又这样那样。喂大佬，人家来了你家几日而已，不熟家暴都正常咯，系咪先？因为太多人咧就会去话，喂佢咁样我养唔掂啊，我唔识处理，你都俾啲时间人哋啊，你换咗条仔，你都要同佢用啲时间相处啊，咪大佬。我唔系嘅，好多时如果你讲男女朋友啲同
寵物好唔同嘅，可能第一晚就已經係好親密嘅接觸嘅。唔係，你可以親密接觸，但你都要了解嗰個人想要啲咩噶嘛？咪就係了解咗之後分開咯，親密接觸要了解。嗱，所以我覺得唔可以用寵物嘅。嗱，但喺呢樣嘢去埋最後一單啦，25號圖呢單我又覺得幾黐線嘅。嗱，呢個係邊個嚟咧？就喺、是、美國一個邁阿密嘅model 啊，嗱冇啊，咁佢咧就曾經講過喺30歲嗰一年咧。是要瞓足100個 sex partner， 1000個啊！啊，1000個添啊，系啊，哇！我睇少咗个，睇少咗个零啊！其实如果嗱30歲100個，其实我都觉得系劲噶啦，夸张啦，系嘛？断估佢唔系一百次1000次，系1000個唔同嘅性伴侣。但系依家24歲嘅佢咧，佢已经完成咗一半啦，500人啦已经，仲参加过好多唔同嘅狂欢派对咯。最高纪录嘅时候咧，就1晚同50個男人混战。嗱，系咪辣毛咧？我睇个样子，即系呢啲我就冇乜兴趣啦。但系咪 skillful 我又唔知嘅。但系外国人好中意呢啲样噶。啊，又系。系啊，外国人好中意呢啲样噶。咁咧，佢最犀利啊，1晚50個添啦嚇。咁啊，亦都表示自己咧一次揀5到7個人，咁啊係90分鐘到。係。喂，佢係求次數，唔係求快感喎。佢唔係，可能咁，可能佢10分鐘就 OK 啦。唔係，咁正常嘅時間係5到7分鐘嘅。嗱，咁但係咧，因為佢咧就。如果你仲係單身嘅咧，嗱佢有講過嘅，佢話想要去世界各地唔同嘅所有人啦。如果你仲係單身，你諗住去 contact 佢，有冇得參與咧？sorry 啦，因為佢遇到一個有感覺嘅人咧，佢就會打呢個心心符號。佢去到第98個已經停止咗啦，因為佢而家係有條仔。係。唔係啊，應該話佢而家唔係有條仔，而係因為咧佢想做呢樣嘢，佢有個名單就係俾佢之前條仔發現咗。嗯。咁佢就停咗，所以呢件事咧就叫做俾人揾到出嚟啊，再講咁樣咯，千人斬啊，完咗噶啦呢個計劃已經。佢呢個直情係以前我有個 friend 草星座嗰啲 friend 嚟嘅。佢翻嚟，哇點樣草星座？即係要揾齊12個星座嘅男朋友。食曬12個星座咁樣。有邊個星座咋？我唔知道，唔係揾我啊，唔係揾我啊，我唔知有邊個睇嘅間，我唔知喎，即係有啲個 friend 係以前係話，哎呀，我真係好細個啦，嗰陣時我傾偈就有講，哎呀，我一定要食齊12個星座，跟住12個生肖咁樣，我唔知道。我估唔到女仔都有喎，即係呢啲話係通常係啲男仔成班或者話講鹹濕嘢嘅時候，女仔仲鹹濕啊！我哋草地方啊，唔同地方旅遊，嗯，那個印唔單止係要喺坐喺 passport 度，嗯，喺嗰個人生嗰、那個。历练、嗯，我都系啊，唔好咁讲，都系冇啦。我个 friend， 我个 friend 话呢个系一个梦想嚟，一个 dream 嚟嘅、嗯。大家都明噶啦，咁我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临尾都会出翻张 QR code 图啦。咁啊，今日系我哋尾3嘅集数啦。咁啊，做倒数就即系下个礼拜啦，同埋最后月尾嗰集就有2集啦，即系。系啦，仲有2集。系啦，咁啊，大家如果仲想听啲乜嘢嘅话咧，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啦。咁啊，喺我哋最后可以做得到嘅时间就都做啦。其实都系睇下我哋嚟紧2集前个礼拜有啲咩嘅新闻、最好突然间有几单可以试话，哎，唔得，我最后呢个一定要讲嘅。呢、這个系有 ，OK， 直接啲嚟。咁咧，话说咧就有个有呢、这個100,000 嗰只腳嘅嗰個人，嗰、嗯那個女朋友、那個家姐咧、嗯，就喺觀塘咧開咗一間咧好好飲嘅飲品咁樣。咁、當然啦，又獲得網民一批人幫佢介紹，喂呢間鋪頭認證咗啦。咁啊喺觀塘嘅，係、好似茶嚟嘅，唔知乜茶咯，唔開名、本來個 post 咧係有，我發現咗。冇咗啊！突然間，我唔知係咪有某啲人去做咗啲嘢咧，將佢嗰啲咧，即係好似TVB 之前咪話告人哋 bully 佢啊，唔知係咪做咗呢啲嘢，就再撳低咗咁樣。咁、但係我唔係嗰個講個認證，我係想話打頸渴嘅，咁經過觀塘咪去下咯。係、即係好多隻腳嗰個女朋友、那個家 姐。我係咪嗰啲以前嗰啲咩咩八婆嗰啲，即係嗰啲咩咩八方嗰啲咧？O
OK， 咁啊，好啦，最后时间出翻个 QR code 图啦，大家得闲就去支持一下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去到呢度啦，拜拜。拜拜。